您好，我是保罗·史密斯，欢迎收听本周的国家现状广播。今天是6月2日，星期四。进入六月份后，我们的会员人数已突破190万，接近200万这一里程碑，挖出的代币数也已接近7亿。CoinRush 活动也即将在伦敦举行，业界即将迎来一场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星期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共同祝贺我们的创始人 CEO 和行业梦想家，我们的 Ruja Inatova 博士生日快乐吧。 Ruja 博士向全球各地数以千计的公司员工致以特别的感谢与问候，你们的关心令他非常感动。为了庆祝这一日子，在世界著名的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来宾包括 Ruja 博士的家人和朋友，来自索菲亚、伦敦和香港的众多 OneCoin 员工，以及来自全球的高层领导。能参加这项活动是一种殊荣， Ruja 博士一如既往是派对的主角。我们理应向这位了不起的女性表示感谢，她正在使金融转型，并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共同加入这趟奇妙之旅。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临，而所有的目光都将转向伦敦。距离今年最令人期待的一次活动 CoinRush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您和您的同伴一定要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以延伸门票促销活动期，让您有机会获取免费门票。购买10张门票同一类别，即可获赠1张免费门票。登录后台观看 Ruja 博士的活动邀请规视频吧。请务必在售完之前尽快预定座位。为了表达对广大支持者的感谢，我们特向所有钻石级及以上会员免费赠送2张活动门票。如果您的会员级别将在下个月达到钻石级，也可获取2张免费门票。现出售3种不同类别的门票，同级100欧元、银级150欧元和金级200欧元。门票根据舞台的距离进行分类，门票类别越高，座位便越靠近舞台。务必留意后端新闻版面，我们将适时更新所有活动信息，期待您的光临。请注意 Plus One Split 促销活动即将在这星期天6月5日结束。如果在2016年6月5日之前从 Tycoon Premium 或 Festival 套餐升级到 Infinity 套餐，您将在初次升级获益之后再获得一个 Split。请及时利用这项慷慨的优惠措施，立即访问后台并升级您的套餐吧。确保密切关注 Split Barometer 指示器，目前数字增加得很快，已超过 90%， 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 Split 即将来临。我们建议您登录后台查看账户中剩余的 Split 数，是时候通过升级套餐来增加代币数量了。拥有的代币越多，可以挖到的维卡币也就更多。推动业务的一个极佳方式是收集免费套餐代码，您可以自己使用套餐代码，也可以在业务中利用它来激励他人。我们的免费套餐促销活动仍在继续，您可以免费获得高达27500欧元的套餐。8+1 Infinity， 存入8个 Infinity 代码，你将免费获得1个 Infinity 代码。10+1 Premium， 存入10个 Premium 代码，你将免费获得1个 Premium 代码。10+1 Tycoon， 存入10个 Tycoon 代码，你将免费获得1个 Tycoon 代码。6 Premium 加3 Pro Trader， 存入6个 Premium 代码，你将免费获得3个 Pro Trader 代码。6+1 Champion， Coin Vegas 促销活动仅针对顶级套餐推出，存入6个 Champion 代码，你将免费获得1个 Champion 代码。重要提示，需要您所在公司的会计部门沟通清楚以获得免费套餐。首先，您需要积累与特定套餐相关的正确数量的代码，以便获得免费促销代码。其次，向公司会计部门报告您单次付款存入的所有代码。谨记在发送银行电汇时向其解释每次付款对应的代码。OneCoin 的全球目标是提供无国界、低成本的金融交易，并让全球数十亿人与金融界产生联系，以此让他们变得更强大，让无银行账户者也能进入金融网络。OneCoin 有着雄心勃勃的远景目标，
强大的领导团队以及清晰的战略方针，目前已在全球内有了超过1800万的忠实客户。OneCoin 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保证在支付过程中遵守所有相关法规，并确保交易透明、安全和可靠。因此，为了防止出现可疑的个人行为， OneCoin 积极采取措施对市场进行监控，并在实施细则时紧跟法律的发展步伐。例如，为了防止发生洗钱、身份盗用、金融诈骗和恐怖主义融资， OneCoin 执行 KYC 了解您的客户规则，以尽量阻止不当行为。 OneCoin 还是全球首家对区块链进行审计的公司，审计流程由独立的外部审计员执行。目前为止，每一次的审计结果都清晰表明了 OneCoin 区块链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没有在区块链范围之外挖掘代币，区块链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若要了解关于 OneCoin 在国际法规合规性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后台。业内知名刊物 Business at Home 于5月2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 OneCoin 公司近期的成功案例。 Igor Alberts 和 Andres Simbala 的月收入达到92万，几乎是前两个月的两倍，这对加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要知道，他们刚刚加入公司仅仅6个月，他们的成功就是一个鲜活有力的证明，反映了通过 OneCoin 业务可以取得的成果。祝贺他们两位。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OneCoin 基金会现在已注册了官方 Twitter 账号，我们将通过该账号分享与我们的全球项目相关的最新消息，以及关于如何协助需要帮助的儿童改善他们生活的重要信息。欢迎在 Twitter 上关注我们 @owfoundation_EU。 本周的国家现状广播即将进入尾声，距离 CoinRush 只有短短的几周时间了，非常期待您的光临。下周我保罗史密斯还会回来为大家更新相关进展，请访问 OneCoin 网络研讨会 YouTube 频道或 onecoin-sotn.com 网站。当然，我们也会一如既往都为大家提供中文和英文配音。那么下周见， OneCoin 团队祝您万事如意，事事顺心。